琪琪，谢谢，来带来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查某囡仔》。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在我们的舞台车晚会上面唱这一首歌曲，我也蛮少唱的，还蛮少唱的，比较特殊场合才会唱。比较特殊，对对对，今天你无赶时间就来唱这首歌。哎，对，你看，今天就是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对对 对, 对, 对，而且呢，哈，今天哈，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坐下来欣赏。是是是，而且我们现在后面的队伍越排越远去了。对，等一下就排到那个茶的魔手。哦，也应该是不难哦。哎，应该是不难啊。对对对，那个再多努力一点，那茶城会给有几嘞哈，人就会越来越多。因为这边摊贩也蛮多的啦，对对对，越来越多。哎呀，大家哈多好，出来买几下暗灯哎哈，看到咱哈这舞台车有在闹嘞，对，嘿，所以哈就会停下来来看一下热闹。好，那个刚买完的晚餐就直接边吃边看。直接看，直接这样都好啊。哎呀，安尼才方便啊，不用拿回家。对对对，拿回家看电视吃多无聊，对啊，底下加个水果牛蛙很夸，是啊，等一下还有比基尼辣妹可以欣赏，对对对，对对对啊，啊，安娜，呀呀安娜，安娜，看到了，看到了，我们那个上面正经的唔看，拢在看遐好景。对啊，啊，我们本来就是若隐若现，让你哈、哦、稍微看得到，又完全看不到的，对啊，这样你才会期待。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对，有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哈、哦。等一下脱掉衣服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个感觉，对对对，没错，对对对，怎么可以让你一下子就看到了？我们要慢慢脱，慢慢来啊，是是 是, 是，对不对？你不会觉得没得，你看到了，看到了，哎呀，等一下哈、哦，再给你慢慢看啦，对对对。哦哎，好的，当然我们的琪琪呢哈带来这首歌曲，非常的感动的一首李千娜的歌曲。我本身也很喜欢这一首歌，是是是，因为这首歌呢是在诉说一个女人从年轻到三十岁过后的一个那个成长的路，那个路程、啊，成长的一个过程跟心境的哈。非常的赞的一首歌曲，来介绍我来安排这首也是哈一首流行歌曲。国语歌曲来送给大家，可是我要唱台语版的《挥挥丹挥霞》哦，有有有，我有唱过，对对对 对, 对, 对，有时候国语唱腻了就唱一下台语版的，对，因为国语其实它比较早出来哦，可是我们音源版本没有台语版本，没有没有没有哦，那你要把歌词记起来，对，加油，来继续来安排《挥挥丹挥霞》，谢谢。我记得一开始第一句什么几个人是一个人吗？啊？啊，好水都脱单哦，太久没唱台语版。好，第二段啊、哦，对不对？好水都脱单，有袂像往昔爱看，一个人讲啥你无？有袂寂寞的滋味，有生孤单的滋味，原来相思是个暖心。一丝一缕的，分开的心是一个，怎么看，心内一切拢是空。若回头不甘放，向前行无人等，渐渐想着伤心的歌。挥挥丹挥霞，是起起落落想袂煞的我，我了拢是你的形影，你的名。挥挥丹挥霞，是起起是天空的注定。
是你的分开的心是你喜欢我做客是那一切都是空哪会到不感动又怎样无人待你天天想着伤心手一位啦，哈，唱歌非常的好听，非常有感情，嘛收到咱现场所有好朋友啦，真侪真侪的泼啊声，是没错，对，大家都有认真在感受你这两首抒情歌曲，都唱得非常的好听，谢谢。好，当然啦，唱歌完之后呢，当然买一个咱现场所有好朋友来亲安问候一下喽。好，谢谢，谢谢你，今仔日嘛就带动到妮妮村、妮妮户，下当妮妮赚大钱去老厝，一日苦，两日苦，下当妮妮招财又进步。其实呢，贾斯汀也当不快又不乐，可以每天都生活得非常快乐哦。谢谢，我觉得你的。